土豆的这个吃法学会了，吃的人这辈子吃土豆都能想得起你，快发给你温柔贤惠的男朋友吧。蒸熟的土豆按压成泥，加一勺盐和少量的牛奶，搅拌均匀后放进铺了保鲜膜的碗里，再调一个灵魂酱汁，小火煮沸，收一下汁就可以了。最后有仪式感的淋一下酱汁，软软糯糯，入口即化，香啊。